生日啊，他我们都是老夫老妻了，都没有不用什么生日去送什么，也没有太多惊喜，都对啊，注意一下就好了。还是贵算盘是最大的，已经有贵了吗？我们珠宝做的算盘可以贵吗？为什么要归呢？我发那个照片那么漂亮。哎，你不是常常说你是我老婆的老公？你来回答吧。哦，你是老公吗？哦，我老公，对，有点复杂哈。我另外一个老公呢，我的原配，因为他其实会比较容易掉东西。东西放在哪边他都不记得，所以我觉得我都不用送给他任何东西了。反正你要给他看一下，带回家借一下看一下，然后就 OK， 这是你的，然后就还给森迪就好了。嗯，我非常同意你这个做法，就拍一张照片，对，就说这是你的礼物，下次拿给你，他也不会记得。我觉得他都是一个像森迪一样，他也是一个艺术家啊，我太太，所以他也是蛮随性，看他那个时段的情绪吧，他应该会随着他那个情绪来选择。他本身就是一个珠宝艺术，当然了。